画面中可以看到路边两名男子拉扯推挤，不顾一旁人来人往，直接打了起来。民众惊见，纷纷赶紧闪避，两人冲突却是越演越烈。就怕会波及旁人，警方获报火速到场，发现两人都喝了酒，身上都还有伤。先带来看当时画面。朋友，阿林酒哟，阿林是安那，有够受伤。六九兄不？他眉毛可能要叫救护车，他应该要阿里牌哦，我好凶吧。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，警方到场了解，发现这两名男子原来是同事，下班相约小酌，却因为口角打了起来。其中一人遭对方打到脸部、手脚都有挫伤，事后决定提告。不过遭告的一方却认为自己明明是请客，对方也有动手，怎么还会要提告？而同事之间起口角，当街开打，不止法院见，后续也被依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。